是视频中这位单手扣篮的女子，她拥有一手高超的打篮球技术。别看她是一位个子不高的弱女子，她既能单手三分投篮，还可以向背后扣篮，甚至全方位投篮，都能做到球无虚发，百发百中。她也因这令人叹为观止的球技，迅速走红网络，全平台吸粉近200万。她叫王璐，身高1米64，是一位来自广东的25岁姑娘。据了解，她13岁就开始耍篮球，因为要上学，又是女孩子，家人刚开始时非常反对，但看到她对篮球那么热爱，也没过多阻止。经过这些年的勤学苦练，最终被她玩得行云流水，出神入化，单手扣篮，蒙着眼三分投篮，在篮筐后面投篮，背对篮筐三分投篮，不管站哪里，随手一抛都是球无虚发，这命中率实在是厉害。她还把科比当作偶像，在篮球场上经常能看到她身穿8号战袍、浅绿色运动裤和男生打篮球。她精湛的球技让很多身高近1米8专业打篮球的男生都防不住他，甚至还能将男生扣篮的球盖下，这英姿飒爽的动作让人看了都夸赞他巾帼不让须眉。那么看了视频，你喜欢会打篮球的女孩吗？